蒋江，44岁，贵州人，高中毕业。好，三位企业家好，两位人力专家好啊，大伟哥好。我叫蒋江，来自贵州。虽然说我本身是做木匠的，但是我的十几年呢，主要还是以创作诗歌为主。因为在我这2-3年的时间呢，我写了近3000首诗词。我今天最主要是想寻求创作培训这种这样的职位，一个就是说编辑的工作。谢谢大家，欢迎您，蒋先生来到非你莫属，欢迎您。哎，嚯，这个就是说，因为这个是我今年写的，大概就是说1000多首诗嘛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这是您的简历。拿给他们看一下，奖状也很多，但是我觉得都没有。我觉得那些东西就是说看一下实在的东西，我有都有，照片上是有。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这是蒋先生带来的一封推荐信吧，哈，应该是一封推荐信。对，各位老师，你们好，我叫戴明，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工作，从事文学创作40年，饱经沧桑，阅人无数。我和蒋江老师是在前年一次诗歌获奖会上相识，他才思敏捷，出口成诗，堪与7部成诗的曹植相媲美。我极力向您推荐，啊，在此先向您致谢，戴明。这位叫戴明的老师和您的关系是？我们是在南昌参加，中国艺术10大才子颁奖典礼和中国国际好诗文学奖上认识的。10大才子有戴老师吗？有，我们一起的照片都有的。您也是10大才子吗？对，哎呦，国际文学奖的金像。嚯，就是我们是因为从认识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成为知音，就像那个杜甫遇见李白一样，哎呦，大家就觉得哎呀，人生之中真的遇到自己的知己了。相见恨晚。对，说实话啊，因为我是想到就是说培训小孩子写诗词创作，因为我看见什么，我可以写出什么东西的来。对，所以的话，我很想推动中国的这个古诗词啊，就是向更高的一个地方发展，所以戴老师也才推聘我来。对您的评价很高，我手中蒋老师的这份诗集啊，应该是1000多首吧，1000多首，今年做的就是。我翻到这一页，一云儿，我就念这首吧，好吧？好，您先解释一下，云儿是您的谁啊？哦，我的女朋友以前。哦，您以前的女朋友。对。现在呢也是，现在的也是。对，接下来我来读一下，也让大家领略一下蒋老师的文采和诗风。时时忆君不见君，丝丝缕缕销人魂，惹得肝肠尺寸断，梦里依稀是佳人。四言绝句《忆云儿》，由蒋江先生创作。哎，大卫老师，刚才在您读诗的时候啊，我看这个蒋老师的话，他这个非常的享受。刚才是在闭眼，你当时的脑中的画面是什么呢？享受，我已经进入了这个，就是说他读的这个空间了。大卫老师有帮您读出您那种韵味吗？有，他确实有。他读诗还是确实很近感，还是可以，谢谢，投入感，谢谢蒋老师。真的，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他配不配。确实配，因为他读的确实很有感情。谢谢啊。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木匠的？我呀，从做木匠我是很多年了，10几年吧。当时做木匠是因为什么原因啊？肯定是生活所迫。生活所迫。对，木工是养活我的肉体的生命，诗词是养活我精神的生命。说实话啊，为了写诗词，我几乎就是放弃了。像我们本来是可以去给人家代班，至少我一个月有1000、15000左右吧。可是为什么我会说去做木匠呢？可以创作呢？因为做木匠是一个简单的工作，我可以做的时候我把脑袋放在那里，但是做完了以后我把脑袋给收回来，不想，啥也不想。如果我说我去带个班，去领个头，那么我的思想要对整个工程负责，那么我的思绪乱了。创作之人首先必须要做到，就是说收放自如。很专注。我觉得说特别好，挺好的。